道吉时，要在咱惠灵县虎尾镇念菜里，良时吉日来举行开工动土典礼安尼。良辰吉时，大家手也清香，诚心祭拜。因为这座以前来长者唔当用所好命的公园，将要正式动工兴建。伊在生之前吼，伊就是做有做积极的吼，都感觉咱庄老人足济，啊拢无啥物好活动。伊做这个拿咱苏县长讨这个水草场，啊，要来遮，予遮老人还是有一个休闲的所在啦。永伯公园要动工，伊却无来到现场，因为吴东勇已经伫旧年底往生。好佳哉，这座公园伫大家努力之下，今年将有完成的机会。300万的经费伫旧年拨落了后，就拄着地貌变迁、变动的问题吼，啊，佮这个清杂项执照啊，这足济工课吼。李长辈啊，应该跟咱代表、财政代表感受同心吼，大家都在等等。虽然连赛永辈啊无法度看到公园的完成，但是另外一位永辈啊，要用家己的方式来支持伊的愿望。啊，都话真拄好，大家话叫发永辈啊，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讲咱这公园如果若建置好势了后，吼，我愿意来担任这永辈啊运动公园的义工，就对了吼。提起老啊，咱这个啊年纪较大。啊，甲一挂少年朋友，大家要来运动，啊是啊，地方有一挂活动要办，分双事情，会当啊带来地方的足大方便。今日各种运动场地公园预计伫8月完工，地方长辈的心意嘛将随着公园的使用不断流传落去。记者林玲采访报道。